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罗宾老师。这次的教学影片呢，是讲解《Wonderful Tonight》的前奏伴奏教学。那前奏呢非常简单，只有四个和弦。第一个和弦是 D 啊 G， 第二个和弦是 D 昂升 F， 第三个和弦是 C， 第四个和弦是 D。那伴奏方式呢，就是使用 T T E T。那如果T 第一个根音是在第六弦的，那就第二个就在第四弦。像 G 这个就是 T T E T， 就是六四一四。那像 C 呢 ？C 它的主根音是在第五根，所以就是 T T E T， 就是五四一四，对不对 ？T T E T 这样子。对，那我们把它再加上它的原本的主旋律，那就会变成一个比较基本的一个版本，先弹给示范给大家听。这就是一个基本的版本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加入滑音，还有加入垂音，还有在最后面呢，最后面加入十度音。那大家可以听一看，就会变得比较丰富，也是我上课最后讲解的一个，讲解的一个版本。这就是这次教学《Wonderful Tonight》的前奏基本编曲。